阳，今年28岁，我来自吉林省大安市，我的爱情宣言是公婆身上能尽孝，这样媳妇儿我就要。是有李小龙的范儿是吧？是，怎么想到用这个造型来出场啊？因为李小龙一直以来是我的偶像。啊，为什么那么崇拜他？我觉得李小龙特别有骨气，我呢也想成为一个有骨气的老爷们儿。另外，咱们东北老爷们儿必须得有骨气。先请我们这小伙儿看一下场上16位姑娘，看看对谁的感觉最好。场上16位姑娘，对我们这位大安的李小龙感觉怎么样？可以先考虑一下，请选择。